这是我们新款台式冷冻美容仪器，冷冻溶脂技术的非入侵治疗，加上减脂效果非常好，所以长时间来受到国内外用户的欢迎。这款便携式冷冻仪可以配置4个手柄，有100毫米手柄、150毫米手柄、200毫米手柄，还有我们最小的双下巴手柄。手柄可以用来治疗腰部、掰掰袖，还有下巴等小部位的脂肪。150毫米、200毫米，还有100毫米的手柄，可以根据脂肪的厚度选择性的治疗大腿、腹部和臀部的脂肪。我们4个手柄共用1个插口，需要用哪个的时候插入哪个手柄就可以了。下面给大家示范插入手柄，选择一个150毫米的手柄。插入手柄的时候注意，当听到咔的一声，表示手柄正确插入。在拔下手柄时，要按下手柄两侧的黑色按键，一边按下按键，一边拔出手柄即可。好，现在我们启动机器。界面会自动识别我们刚刚插入的手柄。我们刚刚插入的是150毫米的手柄，所以我们的界面已经提示插入的就是150毫米手柄。冷冻仪配置水循环制冷系统。新机收到后需要加水，仪器后面有清晰标示，有加水口、溢水口和排水口。加水时要把加水漏斗插入加水口。接下来点击设置界面，找到加水，再点击开始。现在开始加水，加水的时候要注意要慢，一边加水一边注意观察水箱的水位。我们机箱侧面有加水位的观察窗口。水大概加到80%左右就可以了。根据护理部位面积的大小和脂肪量的多少，选择合适的手柄，设定合适的温度。我们这款冷冻仪温度范围在5度到零下-11度，最低可以达到-11度。下面我们来操作腰部，仪器配有脂肪测量尺。可以根据测量的脂肪厚度设定合适的温度。我们操作腰部，现在选择的是一款双下巴手柄，将温度设置在-2度。接下来来选择压力，我们压力调节呢是根据脂肪量和脂肪的松软度来设定。同时结合客户的承受能力，适当的增加或者减少。我们将压力现在调到了40。我们防冻膜里面有2片，小的那片呢，可以在操作前擦拭手柄的内部，防冻膜敷在需要治疗的部。在防冻膜外面再敷上一层保鲜膜。我们这款机器有制暖系统，
在制冷之前可以先设定三分钟制热，将温度调到42度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在仪器界面参数设置完成以后，保持垂直坐立的姿势，固定冷冻手柄，尽量放松状态，让脂肪自然下垂，可以用手辅助，让脂肪更好地吸入手柄。不可一味追求大压力，在保证脂肪可以全部吸入的前提下，客户舒适为主。脂肪完全吸入后，稳定压力，开始治疗。机器配有一根固定的绑带，在治疗过程中手柄可以固定住，不会动。3分钟制热已经完成，现在进入制冷的状态。在治疗过程中，还是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适当的调节温度。我们现在可以调到-6度，压力也已经调到了60。在45分钟以后，放掉压力，停止工作。现在我们进行腹部的操作，先对脂肪进行测量。 OK， 我们选择一个150毫米的工作头进行腹部操作，取出防冻膜，里面有一片小的，对工作头的内侧进行消毒滋润。拿大的那一块敷在需要治疗的腹部位置，敷上保鲜膜，保鲜膜可以防止在治疗的过程中因为水分的蒸发使防冻膜保护皮肤的作用失效，所以在治疗大面积脂肪的时候需要铺上保鲜膜。界面已经默认显示我们插入的是150毫米工作头。在治疗前，我们可以先选择3分钟的制热功能。OK， 温度42度，比较舒适的温度。制冷，我们暂时调在-6度。压力调到40 kp。治疗时间45分钟。OK， 可以开始。第一次按下按键，工作头工作，将脂肪吸入工作头，红光闪烁，表示已经在制热。
当脂肪全部吸入以后，可以再次按下按键。红光不再闪烁，表示正常工作。加上机器配置的绑带，可以固定工作头。我们100毫米、150毫米和200毫米工作头都有液晶显示屏，及时的显现当时的压力和温度。在治疗过程中可以适当的调整压力，如果觉得不够紧可以调到60 kp， 这个时候是 OK 的。工作头变成绿光，表示开始制冷。从液晶显示屏可以看到，温度已经由刚才的42度降到28度，现在还在持续的下降。在治疗的过程中，注意避开肚脐，只需要治疗肚脐周围脂肪的部位。现在温度已经降到12度。冷冻溶脂技术是用低温去冰冻脂肪，脂肪细胞中70%成分是三酸甘油，而这种物质的特性是遇到低温时会收缩。当脂肪大面积受冷后，大量的三酸甘油受冷收缩，从而减小脂肪体积，达到减脂的效果。现在温度已经下降零下6度，在温度低于0度时，在防冻膜的保护下，皮肤不会冻伤，安全有效。45分钟治疗结束，屏幕会自动显示结束。这个时候按住手柄上的按键，放松压力。当机器闲置不使用或者长途运输的时候，为了更好的维护仪器，请把水排掉，排掉的时候保持关机的状态。拧开排水口，打开里面的硅胶套，水就会出来。